开学第一天，给书本精心包装书皮。准备各种各样的笔记本。音乐，这个是好贴金钱，这个是错题，这是勾的。细分每一支记号笔功能。这是老师说的重点。这是勾一些错题，这是勾一些生僻字，然后这自然就勾一些名言好句。制定计划，写上目标。要像上次起来了，每天早上早读30分钟，然后中午的时候就把作业做完，晚上就好复习预习。加油！开学一周后，所以这段话表达了作者预备想表达自己什么样的人生理想呢？好不好看？嗯。哇，好看！你好吵，魏小生。哎，我是说桌子上不忘了。同学们拿出草稿本来注意一下。哎，这不是你错地方吗？哎呀，都一样的啊。这个并不是你勾重点的吗？啊，没有吧？哎呀，哪用讲